所以这是我们养工处的管辖嘛。这是我们的树没有错啦，这是入间树啦。哎，对对对。那所以为什么会这样？初步看起来，因为它毕竟是入间树，所以它开始的生长环境就不是很好了啦。对对，啊，可能现在木质根部的话，可能有一些菌类之类的。哎，对对对，所以才会造成倒塌。对对对对对，目前它根部的地方已经都看得出来有那种粗大的根都不见了啦。